喂，你好。哎，是台长是吧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台长啊，是啊。是卢台长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卢台长啊。是卢台长是吧？是啊，是啊。卢台长。啊。我是上海的呀。哦，上海的哦。我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叫任志宇，任志宇，朵朵的，君子的君，叫宇的君。宇的君，2016年1月30号走的。宇德君是吧？啊。哎，叫宇德君，台长，你给我看一看啊！啊我老公走的时候，3个半月。你会念经了吗？我会念。啊，他已经到阿修罗道了。他已经到阿修罗道了。啊，你给他念这么好啊？你已经给他念了很多小房子了。嗯。哦，但是我给他放了20000块、鱼。嗯。在阿修罗道。哦，阿修罗道，得赞，他又跟我说什么话吧？他那个他的那个管子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三个半月就是那个重症监护室。他叫你好好修行。他叫我好好修行。他叫你嘴巴不要乱讲。嘴巴不要乱讲，还有呢？啊，他说你对孩子，对你对孩子要慈悲一点，他叫你。对孩子要慈悲一点，还有呢？啊，还有叫你身体当心啊，你的关节不好啊。我的关节不好啊。啊。是吧，台长？我还要注意点什么？你自己不知道啦，你一个右腿。好的。台长，他又。他有跟我说什么话吗？刚才这几句话都他讲的呀。都他讲的，他还有叫你不要把钱看得太重。他叫我钱不要看得太重。对啦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，还要么整天问跟孩子的关系要搞好。跟孩子的关系要搞好，啊、还有呢，台长。他跑掉了，现在。他现在跑掉了。啊。他不但是他那个人好挺好的呀，我以前走的，他得53岁啊。他从看到你，他刚刚我告诉你，他现在不大，我刚刚看他的感觉，他不大、不大要看你的，嗯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你对他很好，人家现在上到了天上阿修罗，他完全知道你纯粹是来还你债的，你呀真的是你这个做人不行啊。太是吧？哎，这整天欺负他的，逼着他的，嗯。台长，但是我们感情挺好的呀。哎呀，他怕你。他五十三岁了呀。好了，怕你的他，好了。台长。啊。他我这样子摔了一跤就走掉了，为什么这样子快呀？53岁是个劫。他这个啊，就你53岁啊？对呀、啊，他这都得51岁了呀。那不管的，他这个劫没过了就走了呀。哎呦，台长，我真的气死了！我打到东方台，我当时我那个时候我打不通你的电话，我就给他放生，走掉我也是他走掉嘛就走掉了、啊，没办法的。走掉了，我真的有点心疼呀。没什么心疼的，你叫你让你把这个世界看看穿，话嘛不要再乱讲话。好好的念经、哦、叫你真的要改变了，否则的话我告诉你呀、哦、你的劫也很快啊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是吧？啊，你现在属什么赶快告诉我。我属鸡的，66年的。我69年的属鸡的，台长。你现在几岁啊？现在48岁，叫林。嗯。台长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家里哦。你已经蛮福气了，
他还好。他福气什么呀？他还好，不喜欢你，他喜欢你，你明年八月份会走掉的。是吗？他不喜欢我了，他到阿修罗道游轮了吧？你有病啊！阿修罗道还找女人啊？他人家找他那一身多毛病，插了那么多管子，他到阿修罗道了。这么好呀，台长、啊，他人是挺好的，他做老师的呀。不管的呀，所以人好的话，他人挺好的，插管子嘛又不管的了。嗯。他到阿修罗道，插满管子，开了两刀，台长。我跟你说了。他的劫、他不喜欢我了是吧？他劫过不去，他要是喜欢你的话，他明年八月份就会来带你。你明年八月份特别当心啊。是吧？2017年八月份，嗯。哦，台长，他不喜欢我了，还可以。台长，你给我看看，没准梦见你的。我早就跟你讲过，你要记住了。但是我观世音菩萨也梦见的。好了、不能再讲了，没时间了，讲好了。台长、但是我老公到阿修罗道了，是蛮好的是吗？不好啊，阿修罗道以后还要下来的。阿修罗道还要下来的，但是小房子还有多少呢？小房子再给他念84章。还有84章是吗？你就让他到天上去就好一点了。阿修罗道多少时间不得干的了？你还是好好念吧，没关系的。嗯。哦，还有48章是吗？84章。84章。台长，我是上海的台长，我叫孙文芳。好，再见。